哎，有 message 来了，看一下。明天要开学啊，东西收好没？我老爷，开学哦！哎呦，今天几号啊？6月14号，死掉了，您就快。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！ 明天开学了哦，惨了哦，打给他先。没有人能看我的密码。Hello 啊，明天开学了嘞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，明天又开学了。妈嗨，这些东西刷了没？收着嘞。哎呦，被不见鸟在那里，我老爷死了哦。Fuck， 还是相机倒了。你去关灯过后开灯就好了啊，又不用怎样了。你给我杀了啦！我找到你才跟我讲，哼！我老衣服都还没有洗呀、啊，毛巾呢？嘿呦呦啊，裤子，咦呀，鸡巴好臭哦！哎，妈咪呀、啊，谁要把住谁呀？本猪弟呀，还都有啊！明天开学了，最好给我早一点睡今晚。Post Facebook。等下，等下来看。咦？十分钟了，看有没有人来。哇，50个人来啊！哇，笑了。呜、哦！我老啊，这边有一点痛呢，他妈的！我老诶，休息一天啦，明天不要读书。哎呦，开始打给你了，现在几点了啊？哦，8点了，打给你，哦，还是我相机，还有玩电话，
我的腰，明天开学了，10点了。是，管他，继续玩。哎呦，死了哦，11点了哦。哎，怎样去学校嘞？哎，还是明天不要去啊，继续玩。哈？明天开学了？我有惨了哦，破东西了。